孙氏太极啊，它有它的理论，它有它的手眼身法步。它的手心呢，它的手心是八字掌，啊，五指张开，挖，手心要空。它主要是这三个桩挺关键。这个乌鸡桩啊，这乌鸡桩，手要垂直，中指在裤缝，啊，90度角，两脚后跟并立，虚灵顶劲，收髁竖向。他这个乌鸡桩，万法之根啊！练什么拳，他得使这个乌鸡桩起势。他入林域，啊，心里要空空洞洞，啊，无你、无我、无他，什么不要想，很自然。最后他虚无，才生一气，一气才产阴阳，阴阳才万物生。他这个三起势，虚灵顶劲，抻肩坠肘，含胸把背，提纲挈领，气沉丹田。前三后七，这个膝盖跟脚尖顺线，这个七跟脚后跟啊，这垂直，俩脚后跟极力往外扭，啊，要浑圆成一体，啊，收髁竖向。有了这个桩，它对于这个太极里它起决定的作用。第三个桩浑圆桩，这俩脚以肩宽，膝盖不能朝脚尖，中指相对，浑圆如抱气球。两膀往左右撑立，俩脚后极力的往外扭，头顶悬竖向，舌顶提肛，浑身放松，一手丹田。它有横撑竖果之力，竖向，撑抱，啊，这叫浑圆桩。下面我们起势，90度角，乌鸡桩，啊，乌鸡桩，虚灵顶劲，收髁竖向，俯视呼吸。一手丹田，啊，用意不用力。这脚90度变45度角，这个手从两侧抱球，由于有往前跑力，虚灵顶劲，竖向，啊，左脚虚，手以肩宽，啊，这个小指往后勾挂去，啊，勾挂去，竖向。勾挂的时候，这个前脚要。重心在前脚，他这个起势，假设他对方拿着我腕部使力的时候，不能往上抬，往上抬没有效果，他一定往跑力，啊，往前跑力，啊，这是烧结，这就是起势，起势它都有积极效果。假设对方按到中结，啊，按到中结，他抻肩坠肘，他因为这个抻肩坠肘的力啊，他这个三体式啊，他一般都以三体式为主。对方有法力，他往上打，啊，往上抬，啊，这是烧结、中结，他根结也如此。根结，他对方他都别发住，发住这个松肩，这个松肩挺关键，松肩坠肘是吧？发力是吧？松肩坠肘一抬，这个起势就能打人。挥手，对方他在底下啊，假设我俩定步或推手，他只要是他都别弧形发力，他勾挂这个小指。勾挂，他为啥说这个前脚他要有力呢？你不的话了，咱们要失重，到后边一挂的，他一推就失重了。前脚，啊，他不怕他硬，不怕他硬，不怕硬，他可以带进，这回再一发，这起势，啊，这一走，这的用处就这么大。他孙家的风格，他特点是压板进，他是一抻压板。他这个小三体是一脚的距离，45度角为最佳角度，啊，他这个最佳角度，到这以后，他关键是后脚掌蹬力，孙家的风格，他不是全脚掌蹬力，就跟咱们起跑一样，啊，或上边推车一样，他这个蹬力相当大，脚后欠起，他抻压板，这他的步伐，他旋转，他扣八字，他以脚后为轴。抱着球，旋转，扣八字，扣到45度，这脚自然以脚掌为轴，这手右手就如端盘子，啊，或者托个球就行，画半弧，半圆形，半圆形，他的步伐，你看他跟上以后，他就是小抻压板，小三体式，他这个
梢节皮癣那行一点，啊，有根节、中节，这食指护着脉搏，前后催动力，它的后催动力，啊，增加它的特点，后催动力。这旋转以后，它一搅和微皱，一开，回身就开，重心在后边，这个虚实要给它分明了，开合，开的时候浑身要有张力、膨胀力，啊，肋、浑身。地方它都有膨胀力，这个开合这只手如有气球，膨胀，合，重心在这儿，假设对方是吧，推到这个臂，这起势是吧，旋转给它旋过来，你带过来，这儿呢，它是一种旋转以后，这个臂的这一地儿是个旋转，在这个部位打住以后。它是个弧形，它带大指力到大指，力到大指，它旋转，它旋转以后，它不是往身上带，旋，不怕对方有力，它旋转以后，你看，它这个后助力，这叫揽扎衣，刚才这是起势，叫揽扎衣，它打手时候它是吸。如蛇，它吸它，你看它伸的往头去，重心对方走的时候来力的时候，或者往咽喉船长的时候，它进身子，身子进它吞吐，这啊步要过人啊，又过它的前脚，过前脚趟它，吃它买它，扔它的出去，它这个重心。孙家的风格啊，别家是烹驴解鞍，裁裂肘靠；孙家是驴，他过来以后，开开以后，他是驴挤。别人家是这么烹这么挤，孙家是阴阳掌挤，这是烹，孙家这个烹，但他这个圈呢，他按呢，他有走上弧形，这孙家风格，他虚实重心，他总是转换的。虚灵顶劲。这开合手给它分析出来，这个开合手啊，它有张力，放松啊，放松，随便放松，是吧？它不管怎么使劲，它有张力啊。这个开，它这有合力，它这个合是个挤力。你别看开合，它是开合相接，一相接以后，它把我这球放松，松至丹田，松肩坠肘，放松丹田。这来手接手，小步腿。蹬着，来拳脚，搂起，搂小腹，刚才揽扎衣，搂小腹，这个食指勺从耳际嘴角上打下去，鸡腿，火步嘛，这个手在胯这踏着，搂小腹，这叫虚的，为啥虚？他准备他是进退吗？他进退相接吗？进步必跟，退入必撤。它的原理，所以说它的原理就是放松、搂小步，搂完了以后手回琵琶，手回琵琶，手琵琶要沉肩坠肘，虚灵底劲，前爪虚，它有带劲，它这有可以带劲，这个搂小步啊，对方脚来踹，脚踹它搂，它搂起。他可以打对方，不管来什么拳脚或者软肋来拳，这脚十步了这都可以放出去，这搂小步，手挥琵琶，他的拳折一过来，他可以挑他，可以拧他，可以给单折了，这都可以，
还可以啥喝它，关节给它喝折了，啊。左拳说来也如此，它这个太极它是肉中有刚，刚中带肉的东西，哎，它高中带，它这发力，它这手它不怕力大，它一推，大腿可以发出去，后手是看着手着的，这个手会劈吧，它的用处很多，船长前面是脚错动八字。那错动八字，船长一前一后，俩手心相错。那船长也盯着他，松肩对肘，气沉丹田，俯身呼吸，上拨板缆，上拨板缆锤扣住他，打着板缆锤，坠入形意那个崩拳，踩他，如崩似壁，抱虎推山。旋转，嗨，呵，他因为孙家这个太极啊，他的顺序可以第一节隔到第七节，第六节可以到第四节，他因为他开合相接。刚才说的手会劈吧，说俩船长左手相搭，他可以裸带，可以穿条软肋，可以踩，这儿都可以踩，可以踩都发，这手。右手这儿，它是错综的，可以穿它肋都可以，穿它臂这一发都出去，这是船长，俩船长，板缆，他圈了以后，你看他板缆，板，踩都行，他打他，板缆。假设对方他破我这手，他就如此臂，他从这船长。如果自己船长买他脚，得抱天上他都拽了这一发他抱天上他拽了，说变化相当多。你随便出手，他这个手会劈吧，你看，船长手会劈吧，这传来，他都别挨着，他都别出手，出手说你这一破，这都传住，这都买着，这都持住，这个船长，板缆锤更好使，随意他出哪个手，不出哪手。这搬了，一踏子走，啪，变化手法，开合手开合手。他这个单边呢，如履长杆，开浑身膨胀开，呵，松针下去，开夹脊后开夹脊，骨命门，骨命门，开，如履长杆这个单边。一翻掌会翻板似的，捋这个竹竿，竹竿它远的竹竿它撑着，重心略左一点，膝盖跟脚尖垂线，眼看右手撑上力，两边撑上力，松肩这肘，入深渊，这个山头这山头入深渊，走出这个境界，深渊，45度角，这手往下挂，这手往上。来手了，他俩同时过来，踢手上势，这是互当，这互天挺，互天灵盖顶住对方，虚灵顶进，这虚的，踢手上势，踢手上势万打，展开，白鹤亮翅，白鹤亮翅，往前扑，就行一虎扑，扑，这需要虚，包球往胸中包球，开，和。训练顶劲，俯身呼吸。假设对方往裆打步，往裆打来，是吧？这太监，他这，你看他这个起身的吗？他不管是脚这破住，护裆倒可以胆，那随意他出来，说是这说，假设说的这个起身，损失起身，是吧？上头来手了，你不管随便上头来手，他喝，可以撩他，买他，踏胯。踏胯，这是给摘开了。万打，踢手上势，它是万打，随意它怎么出，随意它怎么出，这个万打，兜它，随意使，看它给蛋，是吧？一翻就走，它白鹤亮翅，它比跟别家不一样，别家憋的家门派大，孙家的风格小，
随意打手啊。他这一开，这就扑，啊！假设我俩在推手动之，推手之中随便动的时候，还击的时候，院的时候，他就这么开的小件儿，看这儿，掰开亮翅，就扑，掰开亮翅就扑，松沉，又捞小步，捞小步，打来了。重心在这腿，右腿左腿虚，往前劈，后手踏着力，脊背撑住劲，命门鼓荡。右手上去，这手不要急着挥来，挥来对方打过来，不要急着挥来，往上给他一掌，裸带，保龄球，裸撤步，他活步嘛，裸撤回来捋，捋到小腹，或者顺水三角。这他挤，你看捋过来，他挤，他活步，冷扎一，抬右手，你随意上，是都可以打，都可以打，打他的跟腱，机器跟腱，或者他来腿踹，他也是搂，那这都熟起来，搂小步，他左拳出来以后。咱们给顾名思义，他不管什么白拳，他来以后一捋以后，可以拧，可以背，可以搓，但他本身他的套路的本身就是用捋，他的挤，他搓他，可以穿他后穿眼，但一般就是在中间，一搓他就，一搓他，对方都出去了，捋，挤，砰，是刚才使做了是吧？用了。入里上杆单边手，你随意数单边手，削他，扑他，拧他，砍，晃他眼，他成立，他主要是这边来了这边破，这边来这么破，重心略左一点，但这个腿呢，他可以踹他，他变化相当多，开，和蓄力挺进。入里长杆，松肩坠肘，射顶提肛，放松。眼看，往右看，右脚脚后跟45度角拧过来以后，变重心。这圈做人圈，这掌不要挥了，有的挥了那不能挥了，就迟滞它。这圈上弧形，手下含锤，撤步，倒两后。撤这步，他都是八卦步。你看这个，虽然这个虚，肘下含锤，他进退，虚的，包球，接手穿掌，来，这个搂腰就行旋转不，腰的旋转，不是手，腰的旋转。这是倒年后走四个。抱球扣八字，八字有的它是虚实不分，有的那个这个我讲细致一点，小45度角以后，小后尾肘扣八字，左脚虚了，画弧形，没有死丸子，放松，这第三个，倒年后，抱球，俯身呼吸气沉的。命门后撑，蓄力挺进，这踏着进，管教后手给他踏着进，脊背给撑远了，手和屁股，手比有家的有的家的他高，孙家的是，人家是比较往前发力，要圆打，近端一不断，藕断丝连，如行云流水，绵绵不断，他近端一还不能断呢，这回。掰开亮翅，小弧形，护着天灵盖，这护着心口窝，掌心中外，或者后边坐住劲，缩住劲，缩胯缩肩，才得孙家的风格，缩肩缩胯，
他瞅住，他就能瞅住劲，撑住力。我先扑，往对方扑，开个手。因为这个孙家这个太极啊，它既有八卦，也有形意，但是不能打出形意味儿来，也不能打出八卦味儿来。到年后啊，它主要是，它主要破爻部，它的爻部来了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这买汤啊，吃里脚，外脚啊，依法列字数下来。你这边它也如此，这边也如此，这边也如此，左右，它搂。腰的旋转，腰为肘啊，腰的旋转，而不是手。这个太医啊，他是不得不发啊，不是我故意去发，因为根据对方的变化，它起作用，生生不息，变化无穷嘛。因为他的变化，你不得不变化，不是我想怎么着。假设他随便说，随便说，那我不得不，说我顺着他的走，他我也没路子了，是吧？顺着滑道，擦擦泪。但对方，我还可以变，给他眼走眼舌了。那对方他肯定他也要变的，他也要变的。你看他拐，他这个玩意儿顺他劲，你还你这太极就是占连民粹，不丢不顶，就得顺他劲走。他肘下看锤啊，他们几个是不是肘下看锤？一打手，这儿都可以打他，这儿可穿他，都可以打，这都可以打，左手出来，那顾名思义，他这就错了。要我说别挥了呢，是吧？你不能挥了，挥了是对手都进来了，是吧？你往前，是吧？他这个说他这个肘下看锤呀，单边，左手这搓他，往前搓他，这是偷手，左右哪手都可以使，哪手都可以使。他说得偷手，这迟着他。他随意的变，这已经买着，持住了，这已经骗出来，这个吹他都可以打他，这肘下看锤，毛球、柔球，丹田要滚动，里动，内动神髓，接他手，搂小跑步，脚虚，他的步眼啊，这个后脚不要。一寸就行啊，再过前脚一寸不要过，有往这儿打的也有，但是孙老先生，我这也得到真传，这个孙建云呐，我师爷也给我拉过，这一脚，一寸，他想错，他这都，他跟别家不一样，他主要想错，产生摩擦力，他说他产生摩擦力，这还可以脚后蹬。假设左手搭的时候，他发力的时候啊，对方一发力，他得踢，这挺关键。这个踢起孙家东西，在这个踢起一点，他可以往上扒他劲，他还可以，所以说他可以扒他。什么劈法？包球，往上传，往上传，那这对方往脸来收，是吧？多简单呢，是吧？你看这变化，孙家拳变化相当快，他底下来收。这儿，是吧？这都可以。还说这三通背啊，这个三通背，虚报回来抬个手抬个手，搂脚步，手和屁股，这脚撤回来，他退，他进退后脚，进前脚。往上如抽丝，过顶不要过多，从头顶往下按，来拳脚往下按，按起来脚虚的，有按到小腿骨这儿的，有按到脚脖子这儿。挑打，三体式，挑打，扣步八卦，好的，反打，这掌给撂下来，因为这掌本来在头顶护着天灵盖呢，护着天庭，来手了。紧接勾他，抓他，抓回来，有这么抓的，有锁回来的，上钻，后通八字，
缩了码子，虚实分明。锁手，还锁下来，挤，哎，这回就锁下来挤。看，这蓝扎衣，啊，又蓝扎衣，你看这蓝扎衣了，是吧？跟人家45度角啊，有的是90度，那不对，45度为最佳角度。他旋转，旋转灵妙，还要手，积极状态。我不知道是，不知道出什么圈，但我捞敲步，你随便出，啊，随便出，啊，这腿都有火，捞敲步，他打他肯定破我这手，你随便破，哎，他一过来，你看这手边又踩他了，又踩他脚开，啊，一发就他，啊，这，你看他这东西，孙家圈呢，他的风格封闭严谨。相当严谨，变化相当快，不用你想，他的见景生情，随心所欲，他就顺其自然。三通背，往上，你随便出，啊，随便出，随便出，你是踏胯，又踏哪儿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啊，往下按，你不管来什么，按就不管来什么，是吧？你看，人家这个是吧，都挑打。推手也如此，慢镜头，他只要往胸部推，给举折叠，给缩折了，啊，缩折了，都放，都挑打，往头部随便打，啊，推，挑打，啊，你再出一手，随便出一手，挑打，你看，啊，挑打，是吧？是三通背，后边来手了，啊，后边随便来的，刚才我都没摆他，啊，是吧？这，是吧？夹着他右手往脸打以后，啊，哎，他摆一拳，来以后，他这个手相当厉害，轻如探爪，他来回抓，你随意他变，嗯，他绝折了手丫子，他这个随心所欲嘛，是吧？给他白折了，他怎么使都有，是吧？是吧？捋他。他捋完了以后，啊，他这个他圈他大捋呀，他撤大步给带过来，啊，只要这手别打住，啊，这都别打住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他的变化相当快，啊，这是回身，拽，捋，啊，挤，他捋完了以后，他双钻，这三通背，我就这么待着，看他怎么使呢？我一发力，啊，还让他打住，持住，焊住，别跑，别挺胸，焊胸马背，横横力，他把力可以给化了，卸，他给卸了，他可以卸了，你可别自己把自己夹住捆住，胀力，膨胀力，锁手，你随便往底下来手，是吧？随便来，哎，锁，锁子钻呗，是吧？他顾名思义，啊，双钻锁，他又挤了。一挤，那这挤手相当快，大手的皮啊，来起钻，落翻吧，来切打，落也打，大起落如水中翻浪，他的特点。摘个手，那又开始做单边了，单边手，往下接，晕手，晕手。他下弧形，上弧形，上弧形，下弧形，一虚一实，不要过眼，啊，有点行，一拖行的意思，走双圆儿，晕手，啊，丹田里涮啊，走立圆，立圆，有走俩半的啊，有走仨的，这都无所谓，根据地势的长短。这手一来，可以捋着他手。有走金子马没的，有在底下走的，别搞他马。你随便来手，你看他这猴性，随便来手，我都开始晕。啊，你随意啊，我这手很随意的，你看，知道吧？这盘打的这个乞丐，看看，啊，这小肘一塌都走，啊，他这晕手，哎，变金子马没。他搞他妈，他又这么有骗，这么骗，这么花，这么骗。
或者是左手，或者是左手，您别往那他，搞他嘛？哎，这还有那这一手以后，搞他嘛？旋转，包球，他这是这个十字手啊，这脚重心虚实变化，它要轻啊，要清楚啊，虚实转换嘛。这是它的左右蹬脚，它这蹬脚啊，它是舔搓搓脚，这重心又到右脚来，它俩是相对的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是会旋转过来包球，旋转过来。第三腿啊，它左右分脚，第三腿的左蹬脚，蹬，我行意似的啊，礼貌生疏的蹬，落步的船长，有船长的，有往上拖的，左右，栽水，进步，踩住它，进步栽水，有往前打的，往前打，就这个踩到心口了。给踩地了，把这敌人往他前脸打，往裆里打的，往这脚打的，打心口窝，栽他，扣步40度，一摆脚，踩住他，有打钻圈的，有打船长的，还有这手随意功率过来的，但是这个拍脚，弹他往裆往不怕他高，弹到下巴颏才好呢，这手弹打他。这脚不会不没落地的时候，这前手要抓他，后脚油花，后脚油花，踹他，一般往往他不知道，踹完以后就捋他拽，拽个呼去，趟了个大北瓜。这个招啊，趟了个犀牛望月，但有的他是不明显，锁回来，这回憋人复活。变皮虎包球，再一点倒叉步了，蹬左脚，他也是舔脚，有蹬的他舔搓，他搓脚，回来就这惯例，以脚掌为轴，变过来，这是蹬脚，穿他，蹬的时候是连蹬，他还有掌呢，穿掌，搬懒，搬点水。如风似壁，有直接过来的，有直接过来的，有这么过来的，他钻的好，钻比较好，钻错他比较好，还有这么练的，扑他，开个手，就我把拆解一下这个晕手，随意来是吧？你的随意来哈，这个都可以。这个蹬脚，咱们说这个是蹬脚，它主要是，它就是踹地方。但一开始这个孙家这圈子，它主要是舔它，它这个牛舌是舔，把这块肉给搓起来，再连搓，再给它一掌，蹬膝盖，蹬胯，一发力它就出去了啊。它不管什么是圈，是脚，要随便出来是吧？你这个可以搓它可以拧，可以蹬它。假设左手出来以后。就说他拖他，你看这还踩着很自然的。孙家圈的风格好在哪儿呢？他自然准到位，不用管，甭管上下，他是手脚合一的这抻可以抻车了是吧？这都可以，或者蹬他这都可以。穿踩蹬是吧？这都一蹬他的车一穿他，他就走这他是六步，这手呢在底下投手如行横拳。你随便出来是吧？他在这偷这变化，那肯定他要变了。他我靠，他就是手，他强能快，他过来是吧？那我就得快，比快我快，比慢我慢，他随便使。他你接他，踹他，踹到后脚，这个脚，你随意他都摆多大，是吧？他一来，你看随意摆，他往偷。又不怕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那这都拽了，那他这个东西，说这个船长以后，
穿上以后，他就他栽，啊，他栽，他栽锤，啊，就是栽锤呀，高了也相当好使，那随便戳，啊，就是栽，那破脚也是栽，要贴近他，那随便戳，是吧？不用打显示，你看，是吧？虽然他扑着我脸了，刚才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出的，是吧？但我刺了，他有这螺旋转错好，他打出一波，他转错劲儿，他奥妙在这儿呢，他变化，他就是他转错，螺旋转果，这都不怕，我这回没发他，这都一发他就出去，是吧？他这个有习力，所谓习力啊，含胸，让那家讲啊，尤其孙家拳啊，他不能挺胸。这转过拧翻，啊错，这都不怕。假如我打到后腰，这我还站这儿，我一到这儿，这啊，你一到那儿，他气力灌到那儿，打的胯这儿，是吧？给他合力，啊合力，但是后背啊一定要横撑，啊横撑竖骨，啊这个软肋啊，气沉丹田，这是骨当，丹田的骨当。命门的骨当，它横撑竖骨，还有横竖劲儿，啊，上下，啊，横竖劲儿，这是练拳的秘诀。他拳随便打，咱们还说这个太极栽锤，这一定要过步，不一定要过人啊，打人这没大力，咋理也不行，这轻轻的，不用多大力啊，不用多大力啊，就不栽锤，啊，虽然他也反背锤，就随便打，哎呀，咔，切。这不一定要持住，啊，手眼身法步挺关键。这个孙家拳，他威风达人显上身吗？他手脚齐到才为真，啊，手脚齐到才为真。